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请订阅和分享以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商业价值一骑绝尘，王一博又一个全球 title 热腾腾官宣。当谈及当今最具影响力的年轻艺人之一，王一博的名字无疑是不容忽视的存在。作为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不仅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展现出了非凡的商业价值。最近，王一博迎来了又一项重要的荣誉，成为 Jimmy Choo 品牌的首位男性全球代言人。这一消息一经发布，便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不仅彰显了王一博在国际舞台上的巨大影响力，也标志着 Jimmy Choo 品牌战略的一次重要升级。作为一家享誉全球的奢侈品牌，Jimmy Choo 一直以来都以他精致的设计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无数时尚爱好者的青睐，而选择王一博作为首位男性全球代言人，则是 Jimmy Choo 对市场趋势敏锐洞察的结果。王一博所代表的年轻、活力、敢于尝试的精神，与 Jimmy Choo 的品牌形象高度契合，这无疑将为品牌注入新的活力，并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者关注。从香奈儿到 Lacoste Low 再到如今的 Jimmy Choo， 王一博凭借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广泛的影响力，成为了多个知名品牌争相合作的对象。尤其是在2024年，他更是迎来了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连续获得多个全球代言身份。每一个合作都不仅仅是商业上的成功，更体现了王一博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在传播正能量、引领潮流方面的积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此次 Jimmy Choo 与王一博的合作并非偶然。品牌方面通过内外网同步预热、全平台卡点宣发等一系列精心策划的活动，充分展示了他们对于这次合作的重视程度。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品牌推广策略，既加深了消费者对于王一博的认知，也为 Jimmy Choo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曝光度。此外， Jimmy Choo 品牌创意总监 Sandra Choi 对王一博的高度评价，进一步证明了这位年轻偶像在时尚界的地位。他认为王一博不仅具备了与品牌男士形象相符的自信与才华，更重要的是，他所散发出的正能量与品牌理念相辅相成。这种相互成就的合作关系，不仅有助于提升王一博个人品牌的国际化形象，也将助力 Jimmy Choo 开拓更为广阔的中国市场。总之，王一博与 Jimmy Choo 之间的合作是一场双赢的联姻。它不仅代表着中国新生代艺人走向世界舞台的成功案例，也为国际奢侈品牌如何在中国市场取得突破提供了宝贵经验。随着双方合作的深入展开，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令人期待的故事上演。而对于粉丝们而言，能够见证这样一位兼具实力与魅力的偶像不断成长，无疑是一种幸福与骄傲。